之後，即其實如果你見到除了話冇話到佢有咩唔好之外，當佢去指出有啲咩好，或者我哋香港嘅幼稚園比較優質嘅嗰一陣，其實佢哋都會有啲咩共同嘅特質咧？好嘅幼稚園多數係以孩子為中心，即係以人為中心咯，同埋啲老師係好照顧個別孩子嘅需要。整體教育重要咧，係個別孩子嘅需要，俾多啲遊戲機會佢哋。佢最反對我發覺嗰啲即係嗰段時候，佢最反對咧就係默書，好多學校有默書嘅，同埋咧就係、是、將應該玩嘅時間用咗嚟教學，即係原來教育局嗰個設計咧就係、是、每一日咧係要有一段時間咧俾細路仔自由活動自己玩，但係有啲學校咧頻率頭咧用到呢啲時間去教學嘅，仲有一樣嘢佢唔反對咧就係、是、機械式抄寫啊，機械式抄寫係無謂嘅，佢覺得即係、就是、你應該係抄寫 OK， 但係你應該有意義式嘅抄寫，機械式就係都抄幾版咁，即係呢就係機械式抄寫，咁佢係好口珠不實咁講頭先嗰幾樣嘢，因為對於我哋一般嘅家長咧，佢哋未必有咁理性或者咁有學術嘅基礎去睇某啲嘅幼稚園啦，佢哋就會睇表面啦，可能覺得有功課嘅，多功課咧，多功課嘅，又或者咧，即係學得住啲學生嘅，係啦，啊，學生咪聽啲老師。仍然係可以升上去小一咧，就喺屋企，如果自己英文好嘅，幫佢。